大家早安。所以，今天我们会接下去做这个题目。这个第五题是关于 record 人格。上个星期我们应该有讨论了一部分的东西。然后你们有做了吗？关于这一个人格发展教我的题目，还是还没有？你们先试一下，还没有抓，OK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先自己试下做，这个第五题，OK，我给你们大概半个小时，OK，等10:50分，我会跟你们讨论。然后过后，也会去找关于这个人把人的人所改的，我们来回去一下他的 format 那些。OK，你们先自己猜一下这一题先，然后等10:50我会跟你们讨论。
那个deposit Gada Bayaran，我觉得简单来讲呢，就是因为 Gada Bayaran 通常是讲你的水费还有电费嘛，所以有时候你的那个水电费，你需要给他 deposit，就是这样讲，就是你要给他一笔钱，就是好像担保费这样子。就是为了保证你之后你会还给他水电费，如果你没有还全给他的话，他就会从你的 deposit 里面扣。所以这个deposit Gada Bayaran 它是属于你的 asset 来源。OK，所以还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再问我。
你们做到第几题了？还是已经做好了，可以讨论了吗？对呀，OK，对啊，所以这一题是关于 record 打人高，OK，所以这个 record 打人高诶，就像上个星期我跟你们讲的，有两种改的，一个是改的 prediction，还有一个是改的 analysis，OK。对，所以你们这里做的是使用这个 guide up binding，对，就是 guide up binding 的话，你首先要算出你的 uncertainty 是多少，OK，所以通常你要算出你的 uncertainty，你通常你要 model a 去减你的 model r 然后你要怎样算出你的 model，你就使用刚刚的那个。分亚特门的热 model 来计算你的 model，哎，所以你要算你的运动的 c，你就拿 model a 加 ambulance model 蛋白，再减你的 model r。OK，所以这一题的答案。OK，所以这里在我左手的这个 screen 是这一题的答案。OK，所以你们可以对比一下那个号码，基本上就是你们要算出你的 model，你就拿你的 asset 减你的 liability。OK，只是在那之前你要先调整，就是哈马伦巴丹巴汗那边要做布拉拉山。OK，所以第一个是。关于你的是顺利来，OK，这个，这应该是你的是顺利来的公布，OK，这个是八千，因为他之前还没有给你是顺利来的 amount，这个 inventory 这里要减370。OK，它这个370是，OK，它这个370是它的 gas club 那边来的，OK，然后你的 echo balloon 这里要减590，因为有顾客破产了，OK，然后你的 BHR 这个就你们平常做那 presentation 你的。Equivalent remover speed. OK，然后你的 several low feather 是 equivalent remover. OK，然后过后你做好了这个本亚特门吉人模的，你要做本亚特运动 Ruby，就是你的 guide up 里面的话，你就拿你的 model A 加 ambulance 减 model hour 减 model 同伴。你就算到了你的 Window BC，然后你要开你的 Account Model 的话，你就拿你的 B 加 Model 蛋白加 Window BC，再 Credit，然后 Debit，你要扣 Ambulance，然后你就算出你的 BKHB，就是你的 Model RK 的 Amount，123289，OK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关于这个练习？OK，没有问题呀。
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ecord 到人高的另外一种开的。OK，所以另外一种开的是开的 analysis。OK，所以在这个开的 analysis 通常他会叫你做的是这两个。OK，这个 format 是旧的，就是你要做的是 Echo Kawalan。Bloom 的 River 还有 Echo Kawalan Bedung Baya，就是两个 Echo Kawalan，你要先做，就是为了算你的 Berlian Jumlah Berlian 还有 Jumlah Jualan 的 amount。如果后期哈拉拉三跟你们这个开的 Providing 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就是可能有那种Belanger。Belum bayar，或者是 hasil belum terima hasil belum teroleh 这些的，OK，就是过后通常他会叫你做，他会叫你做的本打牌，有你的，这个叫本亚的格鲁的干戈王呀。喂，这个 penyata pendapatan 是你的 penyata perdagangan dan untung rugi。喂，所以基本上，如果可以开的 analysis，就是你通常要做这四个东西，然后就是你的 Belanger 那边它会需要做调整，然后你要算出你的 Jumlah Jualan 还有 Jumlah Berlian，这样子吧。所以是这样子。OK，刚刚的题目没有问题啊。OK，如果没有问题，你们接下去做，六题。OK，这个第六题的话，基本上它就是要你做这个analysis。OK，然后这个应该是你们 form five 的最后一个 box 7，要算它的 cost per watt 和 cost 到，然后还有 jalan 楼算 detail 当然 modal。OK，有一些试下做，然后如果可以，大概是1:20或者25分这样，我跟你们讨论。就今天我们做完它，然后下个星期，我会找一个 paper one 的题目给你们做。OK，所以你们先 try 一下做，先有什么问题你们提问。OK，